今天节目一开始呢，我们就要来玩一个游戏。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障碍赛？等一下呢，我想要找一个人就这样钻进去，然后呢就要这样钻从那边出来。谁要玩？我。那柏林好了，你们两个戴猫耳朵这么可爱，他们两个男生去玩。好，就进去，然后从那边出来。好 ，Ready Go！ 加油加油！里面超黑的。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加油小心一点哦。因为这一条布有一点长。好。小心哦。加油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加油！啊！加油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加油！转弯，转弯，加油！加油！袋子割开救你出来的。好了，现在我要来了。好了，放开，放开，放开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哦，出来了。好，柏林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往那边走。刚才被困住的时候感觉怎么样？就很紧张啊，爬出不来。爬出不来？你刚才一直在爬，一直在爬。可是你突然被挡住的时候，你有觉得怎么好像看不到尽头吗？对啊。然后那你往回走之后发生什么事？然后就找不到路了。就找不到路了。可是啊，你看哦，在你需要救援的时候，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非但没有救你，我还把你封得紧紧的，还把你封得紧紧的。这个时候你有什么感觉？就感觉很无助。很无助。那可是，如果这个时候我把你的结打开了，你又变成什么感觉？就感觉终于解脱了。好，可是说真的呢，无助就是在你需要帮忙的时候啊，可是却找不到人帮你，就会有柏林刚才说的，就是我怎么好像看不到尽头，好像被困住的感觉。可是啊，如果你今天刚好有机会可以帮助别人解脱的话呢，你也要像我一样把那个结打开，你就会让他感谢很久很久哦。其实，在生命当中啊，有些时候就是你需要帮忙了，不是人家不帮你，是可能也没有机会帮你的时候，你就会感觉到无助。你没有这样过吗？有，像是像迷路的时候哦，对，迷路超无助的，然后又没有带手机，对，或者带了讯号又不通。或者是就算有悠游卡，有钱有手机，但是你根本不知道方向。对，那时候就是整个脑子一片空白，你也不知道该找谁帮忙，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呢。真的。或者可能像是就写功课的时候啊，大人刚好又出去了啊，就是当时已经很晚，功课写不完，但是又有一大堆不会的，对，都没有人可以问这样子。真的。不然有时候上厕所的时候没有卫生纸，然后周围都没有人，没有人，不管怎么叫大家都不会理，因为根本没有人。啊，真的耶，无助的时刻好多哦。那到底为什么会有无助这个情绪？那无助的时候身体又有什么变化？不然我们来问问心理家好了。好。万能的心理家，拜托，请救救我们吧。为什么不出啊？心理家人呢？就是想要让你们体验一下无助啦。有的时候呢，你会认为这一些人每次只要我一呼叫他就会出来，可是他如果没有出来的话，我们就会像现在这样，觉得好尴尬、好无助哦。没错，到底什么叫做无助？而无助在我们的生理跟心理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？来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。情绪百百种，表情藏不住，一起来看看无助的情绪。嗨，我是无助。上课的时候突然肚子痛，赶快跑去厕所。上完厕所时才发现，啊，自己没带卫生纸。厕所外面又没人，无法借卫生纸。啊，这个时候我就会叹气，身体感觉没有力气，我真的好无助哦。
当你需要帮忙时却无法得到协助，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却找不到解决方法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心情？无助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心理测验吧。来，先看一下你们手上都有板子咯。等一下呢，如果你选的答案是 A， 你就勾 A； 如果是 B， 你就勾 B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题目是：玩游戏测心理，请依照自己的状况选择答案。一，当你考试得到好成绩，你的反应是 ：A， 哇，我太幸运了，老师出的题目我都猜对了耶。B， 因为我用功读书，努力复习，所以得到好成绩。二，你去野外郊游，突然下大雨，你的反应是 ：A， 哎呀，我真倒霉，怎么会碰到坏天气啊 ？B， 还好，我出门前看了气象报告，有预备雨衣和雨伞哦。三，你在街上散步，不小心被路人撞到，好痛啊，你的反应是。A， 这个人走路怎么不看路啊，真令人生气。 B， 我以后出门走路自己要多加谨慎小心。好，接下来要把答案板翻开来给大家看看哦。看 A B A B B A B A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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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哎，全部都是 B。 哎呀，规矩小女孩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玩游戏测心理解答，这个测验是在检测你是一个容易感觉无助的人吗？选择 A 答案比较多的人属于容易感觉无助的人，觉得生活以及周遭的一切无法自己决定和控制，所以碰到不顺心的事情会比较怨天尤人，产生无助感。蛮准的，蛮准的，就是还蛮常会觉得无助的。就感觉没有一种动力，没有动力，对，就是没有心情想要去做任何事情。真的假的？嗯，像是就是如果遇到很多事情都想要去做，但是呢没有时间或者是做不完，我就会觉得很无助。哦，嗯，所以其实很长哎。哦，这种情况之下你很容易无助。嗯，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如果都选 B 的人是什么样，请看。选择 B 答案比较多的人，因为面对事情通常觉得只要自己尽心尽力，事情就可以解决，所以比较不容易感到无助哦。你们呢？你们通常比较常看到别人无助，而不是自己无助。嗯。那看到别人无助的时候，你们都会有什么反应？如果是，有时候可能是会去关心他，试着去了解这样子。啊，有时候如果就是。也没有就跟他很好，就不要理他，觉得上路自己活该。哎，怎么会是这种想法？可是啊，所以如果说看到别人很无助，你们也不一定会帮他们一把。嗯。哎，可是柏林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？刚才你被绑起来的时候，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可以帮你打开的话，你会觉得心旷神怡啊，不是吗？所以喽，其实如果啊，你们是选择 B 选项较多的人，你们比较不容易感到无助。如果看到有人无助，你就帮他把结打开吧，说不定对你来讲只是举手之劳而已啊，是不是？好，可是呢，针对这一种症状比较容易无助的呢，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实验可以玩哦，我们一起来玩。同在一起大挑战，木板上有一根矗立的钉子以及其他十根铁钉。游戏规则：一，想办法把这十根钉子放到这根矗立的铁钉上；二，十根钉子都不能碰到木板；三，计时一分钟。那女生一组，男生一组，好不好？好。女生先来。好。出发。怎么弄啊？那我们计时一分钟哦。好 ，ready？ 对啊，为什么先不是这样摆？为什么要先？就是你可以。你们可以用尽所有的方法。可是它这个没有这个，没有那个茶水，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单单的这样，还是涂茶进去。现在已经很困难，二十秒钟过去了。我觉得应该是对的，像这样，不稳，应该是两个。啊，好难啊！你帮我叠上面两个。其实已经四十秒，五十秒了，九八七，哎呦，这很快哦。四三。二一，时间到了，不行，他刚才
他刚才全部拿起来，我漂浮了。好，女生组没有成功，那接下来我们要换男生组喽。来，请出列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来哦。欸，男生组相较于女生组冷静很多，有没有？哎，好厉害哦。对，我刚刚看他们一直这样子，因为这边会。很难啊，很难。刚刚是想这样两根，然后这个再叠，对。他们好多招哦，在那边。哦。不知道会成功。对，可是不是要漂浮在上面？是漂浮在上面啊。哎，长了一点，这个长了一点，所以可以。哦。所以算漂浮在上面。这样子还算可以。现在剩下，哦。这边是。还有二十秒。想到对，这招好强哦。可是另外四个好，十九八，再一个叠上去，七插进去，六对，然后再从这边开始叠，四三对，就是这样，一对，不然这样子，你们这个方法，在它掉下来之前，有没有办法试试看？有，可以，就是啊，没了，好，失败，来回去吧。天哪！就算给了 bonus， 还是没有办法成功的叠上去，很难，对不对？搞不好他答案就是不行。他答案一定可以的，一定有办法可以。可是啊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做失败的时候感觉怎么样？很讨厌，蛮失望，就是怎么叠都叠不上去啊。而且你说有一定有答案，就感觉看似简单，结果做起来非常的困难。而且会有点怪自己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有答案，然后我解不到？对，别人都解得到，自己有点笨。对，所以咯，这就是一种无助的感觉吗？或者是说，在心理学上，我们会造成这么多无助的感觉，尤其是像小花这样子的，那其实是有原因的哦。我们来问问心理家，好不好？好。万能的心理家，请救救我们吧。习得性无助是指在面对挑战时的消极心态，纵使有成功的机会也无法尝试。1960年代，马丁·塞利格曼教授进行了一个实验，他将狗关在笼子内，狗狗定时会被电击，程度会痛但不会受伤。狗狗来回跳，想尝试找寻不会被电击的位置。这个实验持续十天后，狗狗将不会再去尝试找寻可以脱逃的机会。因为长期处在失败及挫折中，就会采用逃避心态去面对问题，这就是习得性无助。你们刚才有看到那个狗狗吗？你看它怎么试，然后都没有办法，所以它最后就放弃算了。这就是一种习得性无助的感觉哦。那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对于某些事情？或者是学习当中对于某些科目也有这样，你无论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成功，最后你就放弃了。有，就是文科，因为我本身是韩国人嘛，然后就学习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抄的笔记很好，然后也有认真上课，可是总是考出来就是没有很理想。那最后呢？就是跟其他科目比起来比较差，然后最后想说就算了吧，反正也不是台湾人啊。就是会讲就好，不用那么在意，就是对成绩哦。对，我国文其实也不是很好，我好像蛮多事情都会这样。真的假的？因为小时候就觉得啊，那去试一试啊，我也想玩玩看这样。像刚那个，我其实就有点觉得，其实也不会成功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第一个想法就是先给自己植入说，我不会成功。怎么可能啊？对，十根放上面怎么可能？真的哦，原来会有这种感觉。可是啊，来，像小花姐姐跟那只狗，就是现在目前都得到了就是这个状态，算了算了算了的感觉。你们觉得那只狗狗后来有没有可能它可以离开那个房间？可以，就是它不是中间是被可以垫的笼子吗？在前面放一个它喜欢吃的东西，或者是它喜欢的玩具，它搞不好就是想要。吃那些东西，或者是玩那些东西，然后突破那个，对，挤出去。想办法突破那个状态，好像这也是一个招，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方法。反正总而言之，他如果不算了，他就总会有不被电的一天可以存在，是这样吗？
他如果就是一直去尝试的话，他总有一天他可以就是突破那个地方。对，好。所以最后这一只狗狗，它到底有没有逃脱这个一直被电的状态呢？还是它到最后就这样一直算了，然后被电到最后呢？不然我们来问问心理家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万能的心理家，请告诉我们吧。接受习得性无助实验的狗狗又被进行了另一个实验，狗狗因为重复电击产生无助而失去斗志。这时实验员把一只新的狗放进笼子里，当电击又开始时，新的狗狗便立刻逃到另一侧，这个地方很安全，而且不会被电击。而原来被电击已经习得性无助的狗狗，看到可以逃走的方法却没有去尝试，所以当习得性无助发生后，虽然有成功经验，但是如果不愿去尝试，就不会脱离这个悲惨的无助情境。哦，你们看他最后就真的完全不想理隔壁那只狗狗哎。对，他就是已经就习得性无助，就根本就不想动了，放弃，已经真的完全放弃。可是如果啊，他们两个有稍微沟通一下，就是那一个新进来的狗狗，就是有跟他讲说，你可以看着我做啊，这样就不会被电哦。然后另外一只狗狗是不是就可能是，然后他就可能。可以成功，他就可能可以解决他的习得性无助。这是有可能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说喽，我们既然现在都可以思考，我们也可以让自己的前额叶亮晶晶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再多试试看喽。还记不记得你们碰到的难题呀？来，其实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它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要往前看。其实它是有步骤的哦，先摆一根，这样。然后就很像骨头一样，一个摆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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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一个摆这里，一个摆这里，这样不就哦？然后把它拉起来，它就最后一个卡住了，是这样，然后把它全部拉起来。最后一根是压在上面，然后压在上面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压在上面？原来是不是全部都漂浮起来啦？好聪明哦！是不是？可是各位，你们看见我成功的经验了，那我现在就是那只新的狗狗，我也很愿意跟你们来沟通一下。请问你们有没有人觉得自己也办得到的呢？每个人信心都满满，但是你的脸，那就让你来试了。小花来哦！创造这个人一定很聪明，真的。小花姐姐有没有办法成功？那这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卡在中间吗？对。其实我就放上去的那一刻最难。这样拿着钱吗？拿着。拿着钱。这样会掉吧？我的手在抖哎。好了。放开吗？慢慢来。可以，刚刚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你把我搞得摇紧张哦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你要找到一个平衡。那那个钉子会把上面那一个洞对卡住，有一种找回希望的感觉。会觉得开心吗？嗯。所以你会劝那一只被电的狗狗，就是也可以稍微的对试一下，再试一下，也可能会成功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先回去位置上坐好。所以喽，其实很多时候你遇到事情啊，不会有办法有人跟你讲出完全正确的解答。如果不想要变成习得性无助的人的话呢，练习每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就是一直练，一直想，一直练，一直想，总有一天一定会成功的。所以喽，来遇到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千万不可以，像这个杏仁核一样直接的反应，这样子你就可能变成刚刚的小花姐姐会这样。算了，我放弃。不可能的，不可能。如果你再给自己多一点点的机会，当然，看看这个前额叶，哇，发亮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现在把手放在额头这里，再来感受一下前额叶的威力。多给自己一点机会，还有多给自己一个尝试的这一个机会的话，总有一天一定会成功的。好，不用说这么多，马上再来进行一个练习，小孩们。现在啊，你面对到一个离婚的家庭，然后这个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，然后你虽然很无助，可是其实还是有些方法的。来看一下行动轮盘，你们先想，如果你们现在遇到离婚的破碎家庭，要选哪一个？好，小花，
我会选择。没关系。没关系。嗯。虽然会觉得有点孤独，就是大家都不理我，但是还是觉得没关系，反正我就是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就好，事情一定会过去。嗯，大人的事情交给大人，他们都要离婚了，老天的事情交给老天。嗯，我就做好我的事情。对，好，谢谢小花。我是没关系，然后加上冷静。冷静？嗯，为什么？就是先冷静，然后。我会让自己先哭出来，因为毕竟如果没有哭的话，那些那种悲伤的事情还会在你自己的心里。嗯、我觉得这样比较不好、嗯，就整个哭出来，然后告诉自己说，爸爸妈妈离婚不是让自己可以学到如何更坚强的活下去。嗯，换一个方向来思考。嗯，然后重点是情绪要发泄出来。好，谢谢南希。哎，大家都不同方法哦。小贤，柏林。柏林从一开始就是最无助的一个人。我会选择冷静，要把心冷静下来才，然后就不要管父母离婚什么的，就想着读书的事就好了。哦，有一点转移你的目标，不要再一直把眼睛看在离婚这件事情上面，嗯，可能就会好一点。嗯，谢谢柏林。美晨，我是觉得可以再试试。再试什么？嗯，就是可能就是再去跟他们试的沟通这样子。反正爸爸妈妈就是一定要和好就对了。嗯，就是其实他们如果没有和好，就是心里还是就是有一块大石头。嗯，就是怎么搬也搬不掉，然后何不就是再试试？但是伟晨，我自己是已经尽力了，只要尽力就好了。嗯，好，谢谢伟晨。其实有些人他们会选择这样离开。他们可能就离家出走了，然后可能以前像我很多同学，他们就跑去混帮派了，然后啊，只是因为爸爸妈妈离婚，就变成这个样子。所以无助的这个感觉是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的，这边有10个方法，扣掉离开还有9个呢。所以如果你也正在面临这些无助的情况的话，你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学着让你的前额亮晶晶哦。常都有需要被帮助的时候，没有人理我。No no， 这个时候觉得大家都不要我，感觉很无助。没关系，没人帮忙，我可以主动出击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？就是需要帮忙的时候，但却没有人来帮助你，觉得就好像说被整个世界遗弃的感觉。外界加诸你，然后你可能你的能力没有办法做得到，然后你就会觉得不知道怎么去处理那些事情，然后就会让自己觉得很困扰。无助的感觉是有点难过，有点生气的感觉。那你朋友或家人觉得很无助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事情吗？去问看要不要帮忙。